探秘 NBA 巨星保罗乔治比赛日的一天都是咋过的，是不是你向往的生活呢？早上起来，作为网瘾少年的保罗乔治先打一局橄榄球的游戏，美美的开启自己的一天。而此时乔治雇佣的私人厨师将会给他和家人做一顿营养又美味的早餐，粗略看上去应该是米饭搭配鸡胸肉与多种蔬菜，最后放上牛油果，看上去都十分的馋人。随后吃完早餐后，乔治会来到自己家里20平米的衣帽间，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随后去卫生间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做个头型什么的，换好衣服和自己两个女儿打好招呼，准备出发。随后乔治的私人司机会将他送往球场，在车上乔治打开一下 NBA 的新闻，看看今天网友有没有认真的夸自己。随后到了快船更衣室后，乔治会换上训练服，随后快船队的保健师会给他进行赛前按摩。随后乔治换好衣服准备上场提前热身，在热身完毕后，乔治会再次回到更衣室准备和队友集合，并得听主教练泰伦卢开一个赛前小会，确定一下本场开场的战术和自己的防守人。最后乔治换上本场的球衣，戴好护肘，准备登场亮相，等待比赛开始。这就是乔治比赛日的一天，不知道各位球迷是否羡慕呢？